你谂清楚噶啦，咁样做会有危险噶喎。我已经等咗好多年，唔想再等落去。我觉得今次系最好嘅机会，你唔会唔赞成啩？你出到声，我唔会 say no 嘅。其实我都忍咗佢好耐。呢个系韩国佬，佢呢几日会去香港嘅，你尽快揾佢。 God bless you。
阿 Sam， 祝你平安翻嚟。我叫做阿 Sam， 是芭提雅人妖舞蹈团的台柱。这些是我表面的职业，但是我真正的职业是什么，我从来都不想知道。因为无论悠悠小姐叫我做些什么，我从来都不会反对逃过。今次小姐叫我来香港，叫我入住这间酒店，叫我穿着套红色泳衣在泳池里游水，就自然会有人同我接洽。听说那个人是一个韩国佬，是个军火商。但是我来了香港两日，在这个泳池也都游了两日。但是那个韩国佬一直都没出现。我觉得有点不妥。果然被我估到，个韩国佬真系出咗事。好在块军火晶片仲喺度。我本来系一个香港人。但是过去的一年，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，改变了我一生。现在我已经移民了来泰国。今天我在这里等一个人，是因为一年前我跟他有个约会，同看看我跟他有没有缘分。
玉玉佢点啊？玉玉佢死咗。下脚担住呢个山谷。对唔住，系我连累咗你，我唔应该利用你。你应承我，同我今次打难，又好好做人。如果我哋好彩走得出呢个山谷，明年今日我哋喺度再见。再见。你信唔信缘分？缘分，所以我哋一定要支持住，唔可以俾自己死，要撑住啊！水嘅啦，你系都唔听，而家成火啦！我话你黑仔，呢度周围都冇车啊，好似有车嚟啊！好在有呢两件猪扒，先至救咗我哋。呢个女仔叫做阿 Sam， 我同佢系好陌生。我叫关正康，喺十五日之前，我由香港走佬嚟泰国，喺飞机上面。我先沟咗佢，谂住有件熟女傍身，可以喺走佬嘅日子增添啲浪漫。点知由落机嗰刻开始，我哋就好似俾人监视住，跟住就莫名其妙咁过住惊心动魄、俾人追杀嘅日子。你觉唔觉得芭提雅啲风景好靓？而且呢几年仲改变咗好多添。唔系咁黑啊！停车，停车！打劫都冇喺呢个时候。听住，全部同我落车！全部落车，落车！我哋，我哋落车！我哋，我哋，我哋！唔关我事啊！行啦，都要讲吓。快啲，快啲，快啲落车，快啲，快啲啊，快啲，快啲啦，快啲，快啲。你唔落得，坐翻喺度。快手啲。你知唔知佢哋系咩人啊？
落车。啊，唔好玩嘢啊！依家睇文件执晒。你啊，快啲啊！啊，落车。追！我追条女，街坊嘅人做咩要追晒嗰个人呢？等上车。他们做什么要追杀你啊？我都不知道啊。唔该晒。
喂，醒啦！喂，你想点啊？唔好喐啊！你做咩啊？我系你救命恩人嚟噶！救命恩人？咁你想杀我定救我啊？如果我想杀你，做咩俾你喺地下摊咁耐啊？咁就帮我头。咁我唔知道你系边个，惊有危险，咪帮匀你先咯。我一个女仔咋，惊我奸咗你咩？黐线！就当你系我救命恩人，我同你三唔识七，做咩救我？因为今日追杀你嗰班人咧，系我嘅仇人，所以我咪救你咯。嗰班系咩人啊？系咁，你点解俾人追杀啦？咁你又系咩人啊？我系咩人唔重要，唔重要讲嚟听下。总之咧，今日我就系你嘅救命恩人。喂，做咩做唔走啊？系咪想我报警啊？可唔可以借啲泰币嚟用下？嗱，第日还翻俾你啊！先生，麻烦你帮我查一查，我啱啱香港嚟嘅，喺呢间酒店度订一间双人套房，唔知有冇个女仔嚟 check in 咧？好，我帮你查一查。唔该。冇啊，冇订到房。冇，真系冇啊。系啊。咁請問單人房一晚要幾多錢啊？哦，單人房嘅租錢係1300匹。1300匹啊？咁啱唔啱啊？唔該曬啊！估唔到我香港嘅古惑仔圈子打滚咁多年，今日竟然要流落异乡。不过就肯定唔使露宿街头。啊，小姐小姐，请问呢度上网点计噶？好平啫，2匹1分钟，最低消费20匹。呢边啦。好，我自己嚟。哦，好啊。唔该晒。好在我有学过上网，有玩过 ICQ， 有个 ICQ 嘅泰国朋友啫。喂，金宝啊，我系正康啊，我系街巴亭啊，出咗啲麻烦，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啊？哦，冇问题。你而家边度啊？我即刻嚟啊！喺红灯区嘅桌球酒吧。
like a mighty wind, spirit coming down, come rushing in. Like a mighty wind, like a mighty wind, spirit coming down, come rushing in. Come on. 喂，咩事？得啦，收到啦，系咁啦。喂，阿勇啊，你咩料啊？唔想指住我？我系差人啊。差人金宝，你系正康啊 ？Sorry， 唔好意思啊，有冇吓亲啊？麻烦晒你。饮啲嘢。哎，先生要啲咩啊？啤酒。喂，点解搞到咁大镬啊？总之系当客啦，都唔知咩事，一落机俾人追杀啦。啊？点会有人追杀你噶？会唔会系你同我讲你条女嗰单嘢啊？我谂唔会啩。不过今次嚟嘅时候，喺飞机度识到个女仔，佢叫阿 Sam。我同佢一齐嚟嘅，我哋仲 book 咗房，但系佢而家失咗踪，都唔知佢点啊！嗱，你而家咁嘅情况咧，你又得一个选择嘅啫，就系交俾泰国警方，等佢哋嚟处理呢单嘢。点啊？日语系咁啦。但我今次嚟系另外一件事喎。呢个男人叫桂炳，喺香港黑帮帮会里边坐第二把交椅。我本来是帮他揸车的，即是他的近身保镖。我当他是好大佬，所以介绍了自己的女儿给他认识。点知他看中我的女儿，还想沟埋我的女儿。他深谋远虑地说责我职，调了我来岛做揸飞人，等我和女儿分隔两地。点知我条女又贪慕虚荣跟咗佢，点解做细佬沟咗大佬条女就话冇雷气要浸猪笼，而大佬沟细佬条女就大石砸石蟹，名正言顺咁话系真心相爱，因此我痛恨在心。当我知道佢同韩国佬有一单军火交易，我就暗中通知警方。既然佢沟咗我条女，江湖人士冇边个够胆企出嚟为我主持道义，就得警方出嚟主持正义，除暴安良，为我报夺爱之仇。就喺佢同韩国佬喺中环进行军火交易嗰，警方就喺附近嘅街道呼下天罗地网，终于将唔讲道义嘅佢。同佢嗰班江湖人士一举歼灭。件事就系咁。喂，照你咁讲，情仇你就报咗啦。不过以后你就要浪迹天涯啦。不过你拣得啱，泰国系真系避难嘅首选嚟。除咗泰国，我都唔知去得边。喂，头先单嘢咧，
你都是报了警稳阵一点。不用怕，我也是当差的。喂，你是喝茶我的，麻烦了。你啊，第一日当差噶，人哋讲咩你都信？阿 Sir， 我相信佢系无辜噶，佢系俾人陷害噶。叫个人上嚟落保，叉住今朝街头枪战嘅通缉犯。我话俾你听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啦，知唔知啊？我知道，局长啊，佢真系好人嚟噶嘛，你听我讲先啦。好，你讲我知，你系点识佢？我哋玩 ICQ 识噶咯，我哋今日第一次见面噶咋？走走走走，费事嘥时间啊 ！ICQ 度识嘅朋友你都好信嘅 ，ICQ 系讲大话游戏嚟噶嘛？咪话我睇死你啊！你成世人啊，都系做个 PC 仔噶咋？走啊走啊走走，局长啊，佢真系好人嚟噶嘛？你就算拉佢都查清楚先啦。咁我而家咪扣留佢嚟查清楚先咯。走啊！正康，正康，喂，是我。情况怎样？你有没有看电视？那块晶片就在那个人身上，就是我跟你说我带了他跟我一起回来的男人。今天中午在巴提亚街头发生一宗匪徒开枪博火事件，经警方初步证实，其中一名疑匪是来自，就是这个人啊。喂，你见过他吗？是啊，我今天在街上见到他被差逢那些人追杀，所以我就救了他咯，仲带咗佢翻嚟屋企添啊！我问过我哋 book 嗰间酒店噶啦，啲人话佢去过揾我，不过而家走咗。我会试下翻去再揾佢嘅。你要谂办法揾翻佢啊！块晶片对我嚟讲太重要啦。如果有任何人士见到，至于差逢方面，请尽快与我会试探下佢，睇佢系咪伏击你哋。如果系嘅话，真系冇弯转啊！你知噶啦，佢耳目众多。我哋千祈唔可以衰喺佢手上噶，如果唔系就前功尽废噶啦。阿 Sam， 你要小心啲啊，我怕佢会杀咗你。预咗噶啦。小心啲啊！你都系。
老奸巨猾喺度假慈悲。对唔住啊，差冯先生，我哋尽晒力噶啦，但系估唔到条友咁狡猾，俾佢走甩咗。我哋发生晒啲兄弟，一定会刮到佢出嚟为止。系啦，叔叔啊，呢只空龙唔系话会喺呢几日过嚟嘅。上次我托佢帮我买嗰啲鹅肝酱咧，我想问下佢喺边度买？佢永远都唔会到噶啦，因为佢俾阿 Sam 杀死咗。啊，系啦，你以前同阿 Sam 咪亲如姊妹嘅，如果你撞到佢，就话我要揾佢啦。你是不是老豆啊？嗱，我今日唔想跟你讲咁多嘢，你叫佢听啊！喂，老豆啊，你唔好收线啦，我而家冇晒钱啦！喂喂，对唔住啊！咁夜仲走嚟打搅你，不过我喺泰国真系走投无路啦。谂落咧，你系最信得过嘅，你可唔可以俾我入嚟坐下？入嚟啊！唔该晒。慢慢食，唔够仲可以添噶。我而家先知道咧，愛在俄比亞啲人係咁辛苦啊！如果我今次冇事咧，翻嚟一定捐多錢俾佢哋。呢個世界上要你幫嘅人實在太多啦，你幫得幾多個啊？而且好人難做啊！唔係啊，你都幾好人咯。係咩？你見過我一次就知道我好人？其實你唔了解我啫，有時。我都几坏的。Sorry 啊。咦，你个身又流紧血喎？水嚟啫，我惯噶啦。咁你食饱未啊？如果食饱嘅，不如上去冲凉瞓觉啊。放工可？好似真系有啲眼瞓咁喎。你而家知点解咧？阿 Sam， 我揾咗你好耐啊，点解你会喺度嘅？你冇事啊嘛？悠悠，听我讲，放咗佢。发生咩事啊？佢已经冇利用价值，佢一定要死。点解要我死啊？佢系无辜嘅，你唔可以杀佢。冷静啲啊！如果留翻佢喺世上，我同你都好危险噶。你两个可唔可以话俾我究竟发生咩事啊？无论你点讲都好啦，我唔赞成你咁样做。阿 Sam 啊，你一向都好听我说话噶，我已经决定咗，佢一定要死。如果你要杀佢，你先杀我。阿 Sam 啊，你点解要背叛我啊？我已经决定，佢一定要死。话俾我听，究竟发生咩事啊？阿 Sam， 而家唔杀佢，你一定会后悔噶。
走啦。喂，你又打我边啊？问咁多做咩啫？知得太多对你无益噶。你头先都见到噶啦，你随时冇命噶。老实讲啊，我都唔知可以保到你几时。我本来就系蛊惑仔，一只脚踏咗入鬼门关，就算死啊，都要知道发生咩事啊。你做蛊惑仔噶嘛？你大佬叫你去劈友啊，你都唔会问原因啦、啊。总之。你一日仲喺泰国，就多一日危险。咁我又唔惊喎。喂，你做咩啊？唔好开枪啊！想死咩？哇！今晚去瞓餐饱。Hello， 阿 Sam 啊，你咪要搵架船翻香港嘅，我帮你搵到啦。几时上船啊？喺听日中午12点，玩圣外海上船啦。好，唔该晒。你架船已经搞掂咗啦，听日你可以翻香港。冇咩事，你唔好周围去啊。我现在出去有些事做。喂，买些回来用啊。喂，开门啊。开门啊。你来做什么啊？哎，开门先讲啊。开门啊！快啲啦！你咪又想捉我翻差馆啊？我系嚟救你噶，趁条女未翻嚟，我哋快啲走啦！你嚟救我？上次喺差馆啊，差啲俾你跣我镬啊！你嚟救我？系，上次系我唔着，我唔应该带你翻差馆嘅。我点知差房啊已经买通晒啲差佬啫？点解我信你啊？我喺 ICQ 识你噶咋？我唔知你咩人。如果我要害你啊，头先我已经拉咗你啦。你知唔知啊？头先嗰条女啊，系同差房做嘢噶。你知唔知差房系边个啊？佢喺泰国啊，好有势力噶。我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差佬。我而家揾条命嚟搏啊，嚟救你啊！你咁都唔信我？讲嚟讲去唔知你讲乜？差房系边个都唔知，我点会得罪佢啊？点讲都好啦，呢件事一定同差房有关系嘅。你系我 ICQ 上面最好嘅朋友，我唔想你有事啊。我有冇事都好，我只系想知道发生咩事。今次嚟泰国系避难嘅咋，差房系边个我唔知，亦都唔想理。唉，好啦，唔好再讲咁多啦，一阵条女翻嚟，我哋唔使走噶啦，行啦。喂，你信我一次啊，信我一次好唔好？行啦。喂，企喺度，放咗佢。我系差人嚟，唔系乱嚟。你再喐，我开枪噶。大家都系自己人。他是 ICQ 的朋友，他说他是差人，他来救我的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。好了，我来问你，你是不是帮差房做事的？为什么你要拖我落水？今天我说我知道。是啊，我说了他听。不过这样，我又想听你的版本。自己人嚟嘅喎，好啊！咁你哋想知道啲咩？我都唔想阻瞒你哋。讲飞机上面啦，点解你嚟勾搭我啊？
查实你大佬同你女朋友嗰件事，大家都有眼见，所以咧，我都觉得你系一个几重感情嘅人。咁一个重感情嘅人，点都衰唔晒嘅。况且成件事都同你冇关系，我觉得你唔应该受到伤害。简单啲讲，我自细就俾人训练成一个杀人嘅工具。听啲人讲，我爸爸系一个酒鬼，我妈妈系一个俾人垂弃嘅妓女。我父母喺我五岁嗰年先后死咗，佢哋死咗之后，我就过住啲无依无靠嘅生活，直到遇到泰隆，佢收养咗我。记得嗰阵时，我经常喺中午嘅时候喺一间小学嘅门口乞食。嗰日咁啱泰隆将军喺冇随从嘅陪同之下嚟接佢个女佣人放学。记得嗰次，我伸手求佢俾钱买饭食，点知佢好大手笔咁俾咗200匹我。跟住佢又顾住行去同周围啲人打招呼。当佢发现个女唔见咗，佢就四周围揾。而 Yoyo 同我好似好有缘分咁，坐咗喺街度倾偈，仲俾咗佢手上嘅洋娃娃我添。泰隆将军见到嗰阵，佢好开心。跟住佢行埋嚟，点啊？系咪中意姐姐啊？系啊。你叫咩名啊？阿 Sam。咁你父母呢？父母死咗啦。父母死咗啊？你中唔中意妹妹啊？中意。Yoyo 小姐，自细冇咗妈妈，觉得好寂寞，好需要人陪。佢见到我之后，就不停求佢爸爸收养我。可能我同 Yoyo 真系有缘分，佢对我真系好好，我哋情同姊妹。嗰段日子，我每日接受严格嘅训练，虽然好辛苦，但我好开心。当我成为出色嘅战士之后，经常被派去执行特别任务。我本身是一个军人，保护国家的安全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是我们做军人的职责。今天我非常之开心能够跟大家在一起，在这里我首先就是要多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泰隆的支持，我才有今天的成就，非常之多谢大家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讲嘅系以下四个值得关注嘅问题，就系政府房屋政策失误、教育政策失误、医疗政策失误、施政方向失误等等嘅问题。各位市民就系因为呢四个错误，先至造成今日嘅经济低迷、失业率高企、贫富悬殊、社会上怨声载道、青少年滥用药物。有些人更加经不起挫折以及生活的压力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但这个不是你们的错，亦不是我们的错，而是其他方面的错，才令到我们出现这样的问题。我是个军人，保护国家安全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是我们做军人的神圣职责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不是你埋怨我，我埋怨你互相指责，而是建议大家得闲的时间就去钓下鱼。泰隆将军他很得民心，也很得老百姓的支持。记得那天是9月29日，他正式宣布参选上议院参议员，做好准备，整装待发，去迎接另一个商机。我说过，我是个军人，保护国家的安全，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，绝对是我们做军人的神圣职责来的。过去有不少挫折和痛苦，你们大家都能够安然度过，完全是有赖大家对我的支持，多谢大家。
要自我增值，接受再培训。逆境中，我哋不断自强不息，奋斗。我哋相信明天会更好。只要我哋付出比以前更多嘅努力，一定能够征服今日嘅困境。支持泰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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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泰隆。我赶到去医院，泰隆将军已经死了，冇事嘅，叫做乖吓，唔使伤心。如果将军有咩不测嘅，仲有叔叔喺度嘅。其实泰隆将军嘅死，我同悠悠都知道系差逢做嘅。不过差逢嘅势力咁大，我同悠悠都知道唔可以做任何嘢。泰隆将军死咗之后，差逢差唔多接手晒佢生意。他的殺人動機應該是最大，不過據我所知 ，Yoyo 小姐一直都留在他身邊，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？ Yoyo 這樣做是迫不得已的，差鳳一日在位， Yoyo 都不可能跟他反面，而差鳳留 Yoyo 在他身邊是想告訴全世界的人聽，泰隆將軍的死是不關他事。那 Yoyo 也挺慘的，那你呢？表面上呢，我就再冇同 Yoyo 联络，但系我哋两个都等紧帮泰隆将军报仇嘅机会。喺几个月前，我哋终于都等到，而你呢，就成为咗呢件事嘅磨心。Oh. 我哋知道差逢将会同韩国一个恐怖组织有一单交易，而呢一单交易嘅货品系一块晶片。呢一块晶片呢，就包含咗一啲生化武器嘅资料。塊晶片雖然是很小，不過就值一億美金。如果我們可以搶到這一塊晶片，我們就有足夠的勢力對付差鳳。這樣也不關我事的。Sorry， 為了萬無一失，我們利用你運送這一塊晶片。那晚在酒店，我已經把塊晶片放在你手臂的傷口裡面。哦，怪不得我手咁鬼痛啦！原來你做咗手腳。本來打算嚟到泰國之後將塊晶片攞出嚟。咁而家塊晶片攞出嚟未啊？可惜我嘅計劃被差逢嘅人知道咗，累到你受咗唔少苦添。昨晚 Yoyo 已經攞咗出嚟，所以而家呢件事同你冇關嘅。咁你话啦，我系咪应该打你一镬啊？累到我咁啊！你中意点点咯？呢度有10,000美金，作为你哋嘅补偿。你翻到香港，利用佢重新开始。太保，你虽然系差人，但差逢喺呢度好有势力嘅，你惹唔起佢。呢几日发生嘅事，你就当听故仔啦。明天11:00在幻城有隻船回香港的，你幫我護送阿康，這裡有支槍，你拿去旁身，我有些事趕著去做，你們保重。
叔叔找我什么事？不经不觉我都照顾了你四年了。是啊，我知道现在外面有很多闲言闲语，很多人都传你爸爸是被我杀死的，不过你是个聪明人，你没理由相信外面的闲言闲语的。当然了，这些东西怎么会相信？外面人人都以为我很风光，其实我接手了你爸爸的生意之后，我都很惨的，事事我都亲力亲为，日日扑来扑去，我这么辛苦为了什么啊？那不又是想将你爸爸的生意将它发扬光大，你明不明白我一片苦心啊？你明白就最好了，可惜很多人不是这样想呢。啊，是啦，Yoyo啊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华盛顿的故事啊？美国第一任总统，他小的时候都做过错事的，就是他曾经斩过一棵他爸爸最深爱的樱桃树，但是他爸爸最后都肯原谅了他，原因只是得一个，就是因为他肯认错。Yoyo，那你呢？如果你真的做错了事的，你会不会向我认错？如果我是要杀你的话，你随时都会冇命，你是走不出我的手指栏，你有错的，最好就认了他。就算你不说，我都知道那块证片在个香港人的身上，我一定会找到他出来的。我差逢的东西从来没人敢碰的，碰那个死那个，大不了就一拍两散而已。叔叔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你说什么晶片啊。Yoyo，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那就最好了。我都想继续留你在我身边，做我的花樽。不过如果你真的骗我的话，我会亲手打烂个花樽，啲人都奈我唔何嘅。点啊？瞓唔着？谂咩啊？谂嚟谂去，最衰嗰条八婆。你话阿 Sam 啊？我话条女啊，如果唔系佢，我点会搞成咁啊？好似你咁谂，我以前都试过一次。你知唔知我对我条女几好啊？佢出去惹咗条贵李数，我出去帮佢顶，俾人斩咗两嘢，佢转头就跟咗我大佬啊！你话啊？戆望居啊！戆望居啊！女人靠得住啊，最乸都上树啦。仲有咩嗰死人大佬啊，着我旧鞋，仲搞我条女，仲讲到咩大条道理，咩江湖义气喎。过咗去咪算咯，谂咁多做咩啊？其实我都有件事瞒住你，我结过婚噶啦，我老婆嫌我冇钱，跟人走咗佬，佢仲攞埋我啲钱添。你话啦，我啊系咪仲惨过你？咁你都唔使瞒住我啫，惊俾你鱼啊嘛。仲有啊，我老妈子知道我老婆走佬之后，担心到病咗，我又冇时间理佢，咪送佢和尚寺度养病咯。我都唔知几耐冇去探过佢。啲衰嘢唔好睇啦，有啲肚饿添，出去搵啲嘢食嚟。嗯，
咁快就要加热？差房已经开始怀疑我哋，块晶片要尽快脱手，唔可以再拖。阿 Sam， 我突然之间觉得好兴奋，只要我哋嘅计划顺利完成，爹哋嘅手下一定会翻翻嚟我哋身边，到时就可以同爹哋报仇。我好明白你嘅心情，我知道泰隆将军一定会保佑我哋今次行动成功。放心啦，今次一定成功，我好有信心。差缝唔见咗块晶片，一定会令到佢阵脚大乱，暴跳如雷。所以，只要我哋今次嘅行动顺利，一定可以瓦解差缝嘅势力。系咧，嗰、那个关正康咧，你已经安排咗佢走未？而家差缝四周围揾紧佢，祝佢好运。听日中午就会有船送佢走。悠悠啊，我想亲眼睇住佢上船。在交易的时候我会回合你。你喜欢了他。他只不过是我们计划中的一件工具。我本来都是这样想。其实他只不过在黑社会里面扮演一个小角色。但是上次我跟他一起被差缝追杀的时候，他曾经极力保护过我。我明白了，阿Sam。你去，你一定要早啲翻嚟，我唔可以冇咗你嘅。咦，又好似真系几点喎？喂，嚟啊！哇，系，粒红豆丹好甜喎。睇落烧得唔错啦，唔知好唔好食啫。啊，试过先讲啊。好啊，我食咯。我衰衰地啊，都喺度烧咗十几年噶啦。喂，系啦。你拿了筆錢呢，想着怎么用啊？做什么？不是想回筆錢吧？不过做了古惑仔做了这么久了，不是说数就斩人，就做到厌晒了，看拿着筆錢有什么搞法。做古惑仔哪有前途的？有没有提议啊？等你没事之后回来，我们两个拍硬档，开档沙丁屋，有得搞噶？咦，都好喎、啊。你系警察，我系贼，就嗰句做啊，兵贼沙丁屋啦，够晒噱头啊！咁都俾你谂得到啊！好嘢，好，一言为定，就系我哋嘅兵贼沙丁屋，干杯！干杯！嚟，敬多钱啦、啊！好啊。喂喂，起身啦，够钟噶啦，咪赶唔到船啦，快啲啦，起身啦，喂，冇瞓啦，起身啦吓。哎，怕你。
阿宝，阿宝，你点啊？阿宝，宝，快啲走，唔好理我，佢唔会抌低你噶。唔通你想揽住一齐死咩？你做人要决断啲，唔好好似我咁。哇！呢条链系我老豆留俾我，唔该你交俾我老妈子。阿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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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影片喺边？我都唔知你讲乜啊，仲口硬。要快啲讲咯！你做人要决断啲，唔好好似我咁样。开始。哇！啊！我睇下咪喐喐。你揾边个啊？我想揾坤星。揾佢咩事啊？佢喺唔喺度啊？啊，喺度，佢喺里边啫。悠悠小姐终于嚟啦，不过迟到十五分钟喎。废话少讲，啲钱攞咗嚟未？块晶片呢？我点知块晶片系咪真嘅？我要揾专家 check 下咪坚嘢。好啊，悠悠小姐，你知唔知喺你揾我交易之前，差逢先生已经揾过我，佢掂过嘅生意冇人敢再掂嘅。
唔怕话你知啦，差冯先生佢吩咐过，无论系乜嘢人都好，只要拎住块晶片，就即系同佢过唔去。就算系悠悠你都冇情讲，你今次死梗啦！俾翻块晶片我。快走！快走啊！喺嗰边啊！追！我已经决定了不回香港。阿宝是我在私交的朋友，虽然只是相处了几天，但他为我而死。那你想怎样？你想自己一个人找差逢报仇？我不理你，回去我不就这么算。我们的事你最好不要理，对你没有好处。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，我决定了。估唔到佢跌咗我第一步。开始。
咁点揾玉玉啊？做咩啊？你哋啊？呢位大哥，你瞓醒啦？请问啊，点样揾玉玉啊？哎呀！上去睇下。你做咩喐手啫？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再嚟揾你。你揾我咩事啊？咁多年嚟，我一直等紧你嚟解决呢件事，好快就会解决。哼，好快解决，冇错系啊。只要你一开枪，后果会系点样？你知道噶啦。做得蛊惑仔，一只脚踩就鬼门关噶啦。你放咗妖肉，我哋就放阿星。打！阿星嚟要挟我，走啊！走！咪走！啊！里边出咗事喎！我仲以为你唔会嚟添，系啦，
快晶片搞成点啊？差凤死咗之后，我哋揾翻，仲卖咗好多钱添。咁咪好咯，咁今次泰国全程你噶咯？唔得喎，我将啲钱捐晒嚟慈善机构啦。咁半程都得啩？半程，考虑下先啦。